没错，我就是一个迟到仔。哦 我就是现在是一个迟到仔。Hello。叫我迟到仔吧。晚上好，不，早上好，圆童爷，晚上好，早上好，谁催我早上好？哎呦，怎么一直在晚上？我刚刚还在睡觉，知道吗？哎呦，我怎么那么热？这几天有点累，累到。所以我现在整个人在睡梦醒，睡梦不是。阿丽出现了，哎，保护队，洛丽莎，加油！对，我是一个迟到仔。叫我迟到仔，对不起。等一下，等我一下哦。你们等我一下可以吗？我就说你9点一定不会准时开，没错。收，切尔东晚上好，贝晚上好，能看见阿丽，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在做梦。雅晚上好，笑梦，笨猫晚上好。等一下哦，我去拿早餐啊。Hello，CJ103，晚上好，早上好。我先放个音乐。我刚刚真的是马上惊醒，因为我是被讯息打起来的，所以我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呢是有一点懵懵的啊。刚好从一家台过来继续薪水小偷。OK，我也是一个薪水小偷，利用早上时间，然后叫戴戴早安，向晴早安。晚上好，对，我刚走，一波关播了，你才一家前辈关播了，你才出现。哎呦，大饼同学 ，Hello Ellie， 欢迎，奈奈晚上好 ，Hello 静宁晚上好，啊早上好，哎呦，不要再说晚上了啦，早上好，早上好。Hello 54679，早上好，阿汉早上好，博弈早，顺义早，尼哥早，仁鹤早，小白兔早安。卡丘早安 ，Hello 小蜜蜂早，季风亮早，坤坤早，大熊早 ，Kevin 早，今天休假陪阿丽耶，令早，谢谢福袋小蜜蜂 ，Hello 大熊，小蜜蜂，谢谢你的风那个福袋，哈哈哈，早安，夏天男孩早安，栗子早安，醒醒的阿丽，我醒了，我醒了。我醒了，我真的彻底的醒了，你们别担心。等一下哦。还以为今天是阿丽叫我起床，结果是大家叫阿丽起床。克兄晚早上好 ，Hello 一声麻油饭早上好，向飞天早上好，醉心魂上身，傻傻分不清楚白天黑夜。没错，因为这是刚阿丽的香蕉牛奶早安，我不是香蕉牛奶，我今天喝的是牛奶。浩一早，
没有时间吗？香蕉、草莓、蜂蛹，浩一早，哈，坤坤早，原住民战士早 ，ZB 早，安阳熊早 ，RMLI 莉莉外早 ，Hello 吃熊早安八早，早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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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各位兄弟姐妹们，老虾早。我这几天真的是，我诚实说好不好？真的是，我睡不到，自己都睡不到，应该有睡不到四个小时。我觉得，阿鲁早安，韩国语早安，真的是睡不到四个小时。三太子早，哇哈哈早。然后我昨天礼拜一嘛，然后我也是很早起床，然后去做工作，就做一些事情，然后。阿诺哈，然后我也是大概12点多才到家，然后我没有洗头，就是我只有卸完妆，然后洗个澡这样子，然后我就2点多的时候就睡了嘛，然后我今天有睡饱，我终于有睡饱，所以我有调闹钟，调闹钟，但我相信你们会原谅我迟到这件事，所以我就还是睡了，因为2点3 4 5 6 7 8 9。到9点的话，我只睡7个小时，但我就很想要睡满8到9个小时，所以我就睡到10点，然后我就8点的时候就这样。所以我知道你们一定会，一天而已，只有一天没洗的。对，我是真的很想睡觉，我这几天真的是，我再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的话，我一定会，我觉得我会脑袋会更乱，思绪会更乱，而且我这几天在突破一些自己很多。你们先等我一下下好吗？飞宝欢迎，亚春欢迎 ，Hello YK 欢迎，西兰晚上早上好，有开就好，时间对立台来说不重要。嗯，谢谢加速，那就继续睡吧。好，那我先继续睡，还是现在也能直播睡觉 ？OK 啦，不怪你。OK， 大家都说可以直接去睡觉，那我就睡觉啦，好吗？卡瓦哥，谢谢你，莫寒。云欢迎阿鲁，谢谢分享。早安的飞宝，哎呦要早。Hello 北屯南泉，早安。今天不直播也罢。哦，这么好，这么好，大家这么好。哎呦要，谢谢你的人气星星，等你一辈子。OK， 哪次不 OK？ OK， 你说 OK 我也 OK 好吗？哎呦要，谢谢你的人气星星，快处理事情了啊！等我，我先回个手机。啊，回一个讯息，你们等我一下，拜托，等我一下，很快，马上好。但是，等我一下好吗？你们的留言不要跑这么快，拜托我等一下看不完，先慢慢来好吗？先慢慢来，拜托。因为也是要跟吧。等一下哦。
1、2、3。啊，妈妈。我要去直播了，尽量不要。啊！你有两台手机土豪，我不是两台手机，我是用平板直播。还有刘德华、韩颖，分隔线上面都是没重点。好了，我认真看，等我一下，我快好了。吉少欢迎，原来宝欢迎，若一笑笑，谢谢你的骷髅糖果。想着阿丽看手机也很疗愈，好哦，那我就继续看手机。好，上面好像都没有什么。黄鱼早，在玩王者荣耀吗？不是不是，我在回讯息，没重点不要看，直接关语音就好。同学会欢迎，多以风欢迎，呱呱晚。下午好，上午好，嗨，欢迎。不是，因为我认真的在回讯息，所以我现在就是不能一心二用。好，没问题，我先去拿我的早餐啊。好了，我回来了。嗨，史努比，果然薪水小偷。我哪是啊？我这真的是哦，你们可以给我一点那个吗？不要这么认真回。Hello， 浪客四九，2733欢迎。果然我很渣，喂，你们应该都是薪水小偷吧？郑东晚，早上好。我们开玩笑的，我知道我们开玩笑。然后善加利用时间，好吗？我那么认真。直播越自在越好，真的，你们想看到最自在的我，对吧？我的最自在我就，你们总选举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有吗？瞎看你吃，我好饿，一起吃。试戴耳机，挂听的头，薪水少，就是啊，我把你们脑袋都偷走了，这样子要怎么？你们怎么工作？还有草莓酱、馒头蛋要加酱油，这家不知道什么加胡椒粉，算了，我也不喜欢加酱。
蛮好吃的。BNK 四八有总选举，可是我们没有。阿丽两场表演都很棒，有收到阿丽的饭赏，真的吗？谢谢北原神推。怎么样？我想听你们的心得，不要换我讲我的心得。是为了看阿丽而领，哇哦！哦，下一个我也想躺在床上直播，可惜没办法。什么两个颜色你比较喜欢哪一个？什么叫叫？我都喜欢上班做自己的事，那就不认真啦，打屁股。早安呢，卡着强生还有风爱男的毕业演唱会，你看了吗？没有，我不知道他是谁，对不起。他是谁啊？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你可以告诉我，我会去查查看。尤其哈姆太郎，哈姆太郎怎么样？小李子欢迎。早餐也吃馒头加蛋加肉松，加肉松吗？馒头加蛋你再加肉松，有点特别。我头贴有颜色你选好。好像两个都蛮喜欢的，有哪一个颜色是有撞到别人吗？好像四十，我觉得四十我喜欢。不用理他，你乖。好，馒头加蛋加猪排是可以这样吃啊，但是就是我不会这样吃，我每次都是馒头加蛋，或者是馒头白馒头这样。朱里安欢迎，编剧欢迎。因为我不喜欢猪排。爱的目光锁定你。早安粉，风海岸的是 AKB48 哦，应该不会去看吧？要去哪里看？台湾有举办，就有机会，一定我们公司会问问看我们可不可以去看。但是是在国外的话，就没办法去看。心得四天六场，好累，不会很累啦，其实。而且我有帮忙接新带两首歌嘛，就新带沙发跟那个跟女朋友，然后我其实觉得，啊，哎，什么情人节，在白色情人节猜那首歌，我带两首歌，然后其实我好像有喊阿丽咒我。你们那几场都一直有喊，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我真的当时真的是笑场惨了。其实还有很多颜色啦，我喜欢试试。年轻说会咒人，我真的笑死，你怎么知道？大家讲的吗？朱丽媛是整的糖果，就是你塞了，那就是你的声音，难怪我想说。我那时候在想，那一定是沙友的声音，或者是佩璇，因为我现在知道的就是这两个女生，然后我想说应该就是你，很可爱，你真的很可爱。我四天六场快死掉，假日两天加起来睡不到八个小时。你参加六场了，北原神推，你也太厉害了吧！哇，你真的是。真的是给你佩服个赞，阿丽沙发很正。哎，对，我要发照片，一直没发，要不要先给你们看我照片的内容？我大概想发什么？我给你们看我的自拍照好了，但我不给你们看。我真的觉得这套衣服，这套衣服真的很好看，这套衣服真的很好看。阿丽安安，你好安安，你可爱了哈。你有被祖祖弄到笑场，在前座的那时候，那个很好笑。对啊，他真的是很，我真的讲不继续话。你知道那时候颜值真的让我笑爆，不是只有我一个不想被揍吗？女粉丝阿丽好热，阿丽说谢谢你也很美。对，我是在说沙友，微如欢迎。听 TV 的 MV 我全都看完了，好看吗？微如早安呢、啊，思源早，
就是你，没错，就是你。飞宝想看，我可以给大家看到，你有被主动到笑场在前座的时候，那个很好笑吗？他就是因为我是被他的脸笑死，他一开始就是这样，就这样，然后我就说在等你介绍，就在等你介绍，你到底要挥几次？然后结果他就意识到的时候，那个脸很好笑，我刚好就在旁边，我真的是被他笑死。六场全餐都是句句佩服，可是我觉得很棒，因为可以到很多组别，然后还可以那时候在休息室还可以帮忙大家，然后一起聊天，那感觉其实让我们的关系又变更接近了。祖祖被姐姐骂吧，再分析啊，没有他被我骂，反正大家我们一下台就姐姐就问说刚发生什么事，然后我说原子准自己讲，前座还古灵精怪的就只有他，真的很好笑。我上班有看到学弟帮我看了 ，OK。君汉讲跟 Mina 合照那张吗？我是给大家看这个，但我也是想发跟 Mina 合照的那张。我想发全身照，下次哎半身算是半全身吧，我想发，所以要等我发。谢谢家属，那个发圈很精致，真的，他服装也很漂亮。谢谢啊，对啊，阿烈好真实，对啊，而且我本来还想说再带一集多几首，可是那个位置要学一段时间。然后我新端的沙发嘛，我原本是跳怡真的那个位置，然后我要转换成杰心那个位置，就是我们那组的话是鱼露前辈的位置，然后我就哎。虽然动作都很像，可是很多地方就是要一直换。比方说，就是有一段就噔噔噔噔噔，是举这只手是在上面，然后我自己的那一 part 是噔噔噔噔噔，然后我是举这只手，然后两边都是我这四场就是一直轮流的在换这只手跟一些律动的地方，还有背一点点歌词，虽然不难，但是我有时候会搞混。有被林一抓去跪算吗？没有没有，那个当下大家都是特别紧张的，而且那时候林一前辈不在后场，后场的是 B 组的或是 A 组的，就不是是 Daisy 或是 Bellflower 的，所以他们应该是想揍我们，不是？班长早，不过就是 MV 里没有看到你。对啊，我还是二期生，还没有这么快，我还要需要时间，现在是前辈们的时间，对，是他们最重要的时候，不是我还在练习。对，我很努力让阿丽看到我，有，其实我有看到你，而且我看到你拿牌子，你在中间的前面，不会到很前面，但是就是中间有比之前前面。七子一欢迎，祖祖记错很多，只有他被揍吧。真的，你有发现祖祖记错很多？我没有看到他记错很多什么舞步，那我有吗？啥有？对，我礼拜六有代役，帮忙接新前辈代役。然后，哦对，因为你去看卢卡嘛，对不对？卢卡是 Daisy 组队，要帮忙代役，我觉得很开心，真的。玄阳欢迎，能有更多的舞台经历就是要把握，没错，辛苦啦，你不会。不会辛苦，我觉得很好玩，只是那个睡觉的时间啊，就是有一点不足。早安啊，玄阳，浪客四九二七三三二，欢迎。祖祖记住很多，就他应该是太享受跟你们大家打招呼，所以他就享受之余忘记了。羡慕家属没事，我们会等你来的，别羡慕。浪客四九二七，欢迎，早安。羡慕，不要羡慕。手机快没电，充个电。欧宁欢迎。
好像有了，好像有，但没关系，已经很棒。我记得有一场吧，很好笑，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拼图 48 那首歌，然后原子组一直，他就是他在，因为他之前有一场他跳错，他就是这样，他说在有一段是这样，因为他也是帮忙代位，他是帮忙 Daisy 代位，然后可是他是要跳到后面的位置，可是他原本是前面的位置，然后他就是要交换，然后那个动作是不一样的，就假如说是一二三四，然后叉腰五六七八，才一二三四这样。这一趴是我也是跳这一趴，然后他要转到后面那一趴，所以他一开始啊，他转到后面那一趴，他就是他就一二三，哎，反正他就是一二三四，然后就直接讲五六七八，然后就是他没有一二三四五叉腰五六七八，然后再一二三，他是一二三四五，哎，然后他就赶快把手收起来，然后他就一直在。我们公演是最后一天嘛，我们第二场是最后一天早上，他就是在那一天的之前一直在跟我讲这件事，他错这件事，害我在最后一场的那一场的时候，我就讲一二三四五，哎呦哎呦，然后就赶快收起来，然后五六七八一二三四，然后我就觉得我被他影响了，真的是太好笑了，跳错才是正常发挥，原来祖是来 Daisy 专业二阶的，我却这几天在家耍背。可是你发的限动还是会去看的，好吗？好像有，但没关系，你已经很棒了。哎，我要真的是要解释一下，有一件衣服，你们一直说我很有钱，但其实我没有想解释什么，因为那件不是我的衣服，所以我那一天也不知道它是巴黎世家，然后那时候。家人就说：“哎，大家都在讨论你那件衣服。”然后我就想说 ：“Oh my god！” 我说我就知道，我早知道，就是因为那张照片是晨晨我们在公演前出发的时候拍的照片。然后我就不小心把那个 logo 露出来了。但我觉得没有不好，但是那个是我姑姑他们的衣服，就是有钱人的姑姑的衣服。然后是我姑姑穿不下，然后。给我穿的，然后我当下就觉得说哦很好看这样，然后其实我不是说我不知道巴黎世家这个牌子，但我知道我姑姑的衣服对18000没错，就是我知道我姑姑的衣服就是很贵，都是很贵，都是有名牌，所以她很常会给我一些她不要穿的衣服，或者是说什么可能就是他不要的包包什么的，他可能都是有一点名牌，但是我就是会拿，然后就觉得哎，家人给就穿啊这样。俺是说，对，是有钱亲戚的部分，不是我有钱，所以就是希望能不要的，哈哈，我只知道风水世家 ，OK OK， 不用说明没关系的。好，对不起，我就是可能还是想说一下，昨天卢卡那直播那件衣服很好看哦，对。我送他粉红色的，因为我最近在整理衣服，然后我把很多衣服就是可能比较可爱或者是比较性感的衣服，就肉肚子什么的，其实我几乎全部都给了，就是我都给我们 B 组，哎不，我们 C 组，然后卢卡他也要嘛，然后就大概给一点这样，然后我把我的夏天的衣服清空了这样子，因为我其实那些衣服不太会穿到，所以我就是因为我还是会拿到我姑姑他们的衣服什么的，我只是无聊想笑笑你穿名牌卫衣怎么样，不行是不是，就你在那边抛线洞想被我揍，有钱的姑姑缺干儿子吗？嗯，对啊，他缺女儿吗？我可以当他女儿。 Hello 愚人选拔欢迎，没关系，我有一点，我有钱，我有一个有钱的朋友，东西也都是很贵。豆力王欢迎，我刚刚洗脸忘记擦保养品，我先来擦个保养品，因为我刚刚马上洗完脸刷完牙就干净，快点把衣柜清空才能买新衣服对吧，没有，因为刚好我姑姑她过季了，她就把衣服给我，然后
刚好那时候我就把一些我不会穿的衣服，我本来是想要二手卖，可是我想说有些衣服其实我穿很多次，我也不知道卖多少，所以我就全部给，反正 AKB 我们大家都是互相的嘛。我如果还要需要那件衣服的话，我可以再跟他们讲，这样，哎，再借我一下，这样子。超哥欢迎，我们结婚那姑姑会丢给我杀了你啊，陈家树。豆粒王仔，对，然后我就觉得。可是我喜欢跟我姑姑出去，就有很多钱，就是吃什么都可以吃好的，然后就觉得很幸福，就只有一次这样子。因为我自己可能也不是可以这样每天吃大餐，就是吃大餐的人。然后姑姑每次都对我们很好，我就觉得很幸福。我最近在保养皮肤，因为好啦，我跟大家说，我今天没化妆是因为我最近皮肤每天在化，然后有点负荷不了，所以我现在不化妆，是有点丑，但是希望你们能谅解，但也没关系啊。这真的好用，赞，美白的。看一下留言你说什么，你是幸福力没错，有一天看到二手网出现这衣服的话应该是阿丽的。玉钗是演的骷髅岛，那你们就要买了，透明那瓶满满的还没动到。对啊，啊最近买的皱宝，昨天露卡穿那件很多人称赞，他说粉红色的那个哈，送我，我也想送你啊，但我不知道怎么送。他房间有两张床，两张双人床跟浴室跟两个衣橱，我去看到都傻眼。你说你朋友吗？也是啊，那衣服18年的，什么18年？超哥谢谢分享。G A L I 欢迎，臭屁丑屁丑，你最好看了，好不好？好，谢谢。阿丽现在有万圣等级可以用，好哦。嗯。等一下，等一下，我在哪？我现在很饱。哎，真的哎。谢谢西兰，没关系，开绿菌后特效也好，让肌肤透透气。姑姑有吃鹅吗？吃过鹅吗？没有，没有吃过鹅。怕关灯就都不一样，不怕不怕。我最近皮肤莫名的有点过敏，你们现在直播看不到，但是。就是会有一粒一粒的，然后我不知道是怎么了，但是因为我昨天有就是晚上有去购物一下化妆品，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些状况，就是我常买的那个，然后他就推荐了这些东西。我说我最近化妆化得很，然后他就说可能是我的产品可能用得太刺激，然后就有点这样子。对啊，我那哎，你们知道吗？我 B 组结束那一场，我 B 组我不是，礼拜日那一天吗？早上我们公演完之后，不是有前座曲吗？礼拜天，然后是 B 组的 ，Bell Flower 的，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表演前座，我下来马上卸妆，然后我很感谢一家，因为那时候是因为其实我想说也不用再留妆了嘛，我就是先问。我们公司的姐姐们就说，哎，姐姐我可以先卸妆吗？因为不然我回去可能会很晚了这样子，然后说我可以卸妆，然后等等戴口罩，然后不要跟大家打招呼，赶快走这样子。我就这样跟姐姐讲，然后姐姐就说好啊，你觉得没关系就好，然后就说好，然后就卸了妆嘛。然后我们不是要上巴士的时候嘛，然后我就说一家你等等可以扶着我嘛，然后我要
捂着脸这样，然后就捂着脸，然后就走去那个，因为我想说，本来这段时间对，因为是 B 组的场试，所以我就没有什么想要怎么样，就觉得哎，反正大家最主要的是 B 组，他们是主角，所以我就赶快先让他赶快这样进去巴士站，然后跟大家拜拜，对，拜拜都没有人，就赶快走。思涵，嗨，要上班了，好，快去上班。连续四天有汗疹吧，而且剧场通风也不是很好，晒太阳，水喝不足，对，水喝不足。浩浩君，欢迎。把客人饮料翻倒，车上都是红茶，走路到一半被摸了还没。什么？你说你吗？把客人饮料翻倒，车子都是红茶。你说你最近对不对？走路走到一半撞到玻璃门，机车还没撞。你发生了什么事吗，娇娇？没有办法看你直播了，对不起，帽子拉低一点就好啦。我那天没戴帽子。你可爱，然后晚上好，早上好。Google 欢迎。哒哒哒哒哒哒。I was under the bed。这就是这么水腻。你怎么了？最近你真的要好好的看你是什么信仰，然后就好好的那个，或者是好好的怎么样？你要让祈福说哦，你要平安这几天，不然你这样子有点衰耶。明天没办法看你直播，早上九点，没关系，谢谢思涵 ，Google 欢迎。上班加油，上班加油，思涵。哎，这个特效看起来还没什么特效，它只有一个吗？也太少了吧！我想要一点腮红。CHH 欢迎，我的信仰就是阿里。好，那我就帮你默祷，就帮你希望大家一切顺利，一切健康，可以吗？我的头真的很油，等一下我跟你们说我的行程表。等一下呢，下播之后，哎，我今天要播到几点？看一下，今天是礼拜二，1:05，所以我刚刚是几点播？10:00左右吗？10:30左右，然后我现在还有1小时左右，我今天要播到12:00，有可能到12:00，然后等一下就是先去洗头，我也是油头。是播到12:00多。跪拜阿丽三次，吃饭也会感谢阿丽。为什么要感谢我？我现在的头也是油头状态。乳蛇晚上好，水佳佳是水星逆行了吗？蜘蛛你跑，你不累吗？还要跑多久？对啊，刚刚那个我其实很怕蜘蛛，所以我才把那个特效给换了。刚收到合照会600元的那个唱片，等一下来开箱，希望开到阿丽啊！谢谢朱里安。看到帽子，阿丽就知道你没洗头啦。应该是1%的女生戴帽子都是没洗头。再来12:00，不过后面2天我早上都到不了。为什么？上班吗？等一下洗头，然后出门。出门赶得到吗？代代欢迎。洗头，哎，我好像有咖啡，突然想喝咖啡。
明天休假就不会想说要洗头发了，对不对？我之前上班的时候也是，你要去哪里去工作？至于去哪里工作，就不告诉你们，细节不跟你们说，只跟你们说我要去工作。可能不一定是去公司工作，也不可能不一定说是去练习，也不一定说是去干嘛，但是就是工作。好忙，我也要喝。喝咖啡吗？这么说起来，好像每次活动都戴帽子。哪有？那是因为有时候素颜，有时候没有化妆。翠翠欢迎，这不用说了。那出外觅食呢，也会打扮吗？不会，要看情况吧。就是如果是平时在家里要去外面买吃的什么的，就不会化。然后，其实我最近跟朋友出去吃饭，其实我也是很懒得化妆。我现在反而觉得是去工作，只要是踏入公司或者是去什么，比较重要的场合的话，我就会打扮。但其实我最近已经是完全放弃了化妆跟拍照这件事情。就是我跟我朋友出去啊，他们可能去很漂亮的地方，然后我就很素，超素的，素到不行。然后他们就说：“那这样怎么拍照？”然后就说：“啊，那不要拍，我拍你们就好。”这样，平林欢迎。他们就说：“你怎么那么变得不爱打扮自己？”然后我就说：“啊，因为我的工作几乎每天，有时候活动都是要化妆，我已经负荷不了那个，我想要皮肤透气，所以我都会素颜的出门，出去跟朋友吃饭什么的。但是除非可能是有一个目标，就是固定说我们一定是要打扮去什么场合的话，那会打扮。但平时那种无聊吃饭聊天的话，就完全是素颜，就不想要擦任何的保养品。对，最近爱上素颜的自己。然后想给大家看我最近的照片。这一天是刚好公演完的那一天，然后回家肚子太饿，然后再吃面的阿里。从外面回来你就知道那个头发什么的超混乱。Hello 林振东，欢迎，谢谢冰凌的星梦一元棒，天生丽质就像皮肤，让皮肤休息一下。对呀、啊，老外拍的这种。那一天很喜欢自己的眼妆，我看一下我还拍了什么照片给他。鼻子好挺，我真的是要谢谢我的鼻子。就是我可能出去就是会这么就素素，就完全就是戴个帽子，然后口罩这样子，然后这样素素的出门。我觉得那样的自己很舒服。早安浓眉，有东西吃，你的笑容特别灿烂，真的。KX 欢迎 ，Yuki 欢迎。更年期的倦怠感也会这样吗？我不知道。之前喜欢用这个特效，它会把你的鼻子撑到往上。小丽丽，还有我出去买饮料的时候，好素，超素，真的是超素，然后这样拍照，然
然后就是有一天也是很素的出门，就像现在这样，这是素的自己，很素的自己。拍一堆都不放出来，可恶！明星专用口罩，不是明星专用。看一下什么照片可以给大家看啊？这是我上次去一个地方，不知道是哪个地方，但是就是很美。大家看看，嘿，很漂亮的风景。很好看啊，还以为阿丽会改到晚上。服装也是比较休闲吗？对，没错，就是会穿一些绵的衣服或是帽 T 什么的，就不会穿得太漂亮什么。糖果，谢谢柠檬，谢谢的糖果。Hello， 欢迎。素颜照片会被姐姐打枪吗？要看吧，要看是多数吧，就是不能太数，但是就是吃炸物。吃真的是会很开心。然后最近都拍这种很自然。那一天我跟我朋友出去，然后我就这样拍照。还有很多洗碟，你看他都把我拍成这样。我是说你更好拍照，他就在那边乱拍照。你看，看到这个脸吗？他就是给我随便乱拍，这姿势好可爱。你看，我就说你好好拍照，你把这什么姿势到底？就很喜欢，还有这个也很好笑，哎呦，好好笑、哦！那是阿里的问题吗？有多少照片是大夫姐姐已经批准的，可是还没发，还蛮多的哦。没有啊，是我还没给他批准，还没给他批，还没给他去。给你们看看酷酷的阿里，哎，有讯息，哎，怎么没有点到？对不起。酷酷的莉莉，藕包没了，小公主欢迎，飞宝欢迎，蠢死了，他这就没有点没形象了。Hello， 老鼠欢迎。休闲照，好亮，太亮。好啦，反正就是我会好好的，赶快发照片。之前二周年应该要发这个，一直忘记发。我跟我的雨林宝宝，还有我跟我的家人们，我的宝贝们。好反差，这是我跟我小三的语音，再没什么照片了啊。那我很喜欢这样拍照，很好看，露美腿，还有这样。好，等你发我存图，最近都没在发照片。对不起，最近要发，但是一直没找到时间。周日公演坐第一排看到阿丽，阿丽超漂亮的，然后谢谢浓眉，慢慢发，好，谢谢浓眉。可是我觉得自己有时候跳舞
然后就看到跟人家对眼对到的时候，我会有点尴尬，就不小心，因为我不是左右两侧，我很常跟左右两侧跳舞跳跳跳，然后就会跟左右两侧的人对眼什么的，然后我每次会很尴尬，然后我就会只看，可能我不会看人家的脸，我就看他的牌子，不管他的牌子是举谁，然后我就只看他的牌子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哦比较安心一点，就不会这么尴尬。对，发现你会，对啊，我说我在努力练习，对对，直接把它勾混，没办法，我晚上先截图直播的截图，顶替一下我的图片荒。对眼要有自信啊，好啦，知道了，谢谢你们。嘴巴有漏洞，最近有在 IG 视讯跟人家打趣，我都有看到，没问题，你把它圈粉。我都自动补上在正在看自己，下次牌子上贴自己的大头贴找一集，看到阿班到处都到处勾，对啊，很厉害，真的是前辈，真的是就是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有遇过跟我对眼就偷笑，谁呀这么可爱。好，现在来看有谁有发讯息给我，因为我前两天都没办法看。早安，迟到仔。哎，我好想剪刘海哦，最近想剪刘海，超想剪刘海。啊，蜡笔小新，陈家顺，你的那个心动，你买了多少？这是什么？好可爱，好想要。是在哪里买的 ？Hello， 贵仔，晚上好。迟到再起床啦，早安阿丽，阿丽酱。好看别的，有些人都会分享好听的歌给我，然后 Sayo 就是一直在很可爱，因为 Sayo 打字跟我很像，都会放一些很可爱的贴图照什么的。 Hello Windy， 对到眼就开始比赛谁先展开，好，我下次要跟大家比这个，这样你看久了就不会害羞。哇，好，贵仔欢迎，小妖姬欢迎，冰顶欢迎。我现在有慢慢的比以前好多了。哦，原来这是谁呀？好厉害哦！把它存起来，还在等差不多两个月才出，两月二月才出，这么久。哦，浓眉，原来那是你举的牌牌呀。哇哦，这张也太美了吧。没办法，想直接记得干嘛，买给我自己买就好啦。你发现被发现，因为那时候在看那个牌子啊，最亮眼，史上最亮眼。我两场都在阿丽的右手边，有，我知道右手边哦，我好像有，好像知道你是谁耶。若雨潇潇被发现了，手工不好做的不美丽，不会啊，很棒，光临欢迎，很让人直接就看到了你的牌子，我当下觉得哇好感动哦。飞宝欢迎，我那么痛，哇好美哦，你的
前辈太美了。看一下大家在发啥行动。哦，小三美玲这张真的超正的，他这张真的超正的。你们不觉得那张真的超正吗？大雄早安。第二场我在阿丽的主编，嗯，我没认真看到北原人图，哎，这什么歌啊？OK， 欢迎！我现在在看大家发的限动，大家都拍很多照片，然后我有点怀疑自己怎么都没在发照片。好了，我要赶紧发了。昨天一直跟布丁队导演一直看，我就去看他直播了。哦，所以真的是要去会去说两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哪一个？我想听一个，先听一个坏消息。阿丽的右手边有注意到一个扇，换扇子可能就是若依。哦哦哦，对，是他吗？哦，那我知道是，那是洛丽夏。小公主 BB 生日快乐，欢迎！我去拿个水，你们等我哦。居然是这样才恍然大悟吗？没有恍然大悟啊，就是哦，我知道了。我刚刚是不确定性是哪一个，但是现在确定。那我下次就跟阿丽比瞪眼，好啊，我就一直看着你。坏消息就是我剩两个大礼物可以丢，然后没浪花了，没人关心你了。你可以不要自己在那边夸胡说那一段话嘛，是蛮好笑的，但是我觉得是不用这样子。但我觉得这不是坏消息啊，你还有两个礼物，你只要有人可以给我小礼物我都觉得开心了，何况你那是大礼物，没什么，我很开心。好消息呢，Vivian生日快乐，欢迎。想听好消息，看到我心灵发寒，不能看其他人了。哎，不是，对，不能看其他人了。我很确定阿丽有找到我，我也很确定，我听到了你的声音，也找到你这个人了。宏图大展，欢迎你，一样是只有戴帽子。这一段话你敢讲出来啊，陈家树，好期待再去看阿丽，谢谢浓眉，好啊。而且我记得你在很前面的时候，我想把彩带丢给你，然后没丢到，浓眉。完全没丢到，谢谢分享老鼠老鼠。什么音乐啊？换一下，我有什么不敢的？你怎么知道他这礼拜不会来？你看我这边长了一颗疱疹，唯一第一次对到眼要丢过来的，我要丢过去，你竟然哦，竟然没丢到，我超难过的。我想说，我看到你的牌子，然后我想要丢，然后丢不过去，对不起，下次会努力往前做。对啊，我那个彩蛋应该要丢给你的。丢给大家，虽然每个人我都想丢。本丸梅子欢迎，他在阿丽群说的 ，OK。好了，不要开玩笑，哎，你不要把这段录出去啊！你们不要陷害我，跟你们说。
天做好了来台湾必死的准备。我觉得你真的会先在机场就被套麻袋，太黑套黑布，你不要说那是团长。那团长的退手下没关系，那台风大彩带被吹落，真的。然后跟这里喜欢阿丽说一件事情，说我想听，说小猪耳朵欢迎，奇迹欢迎。什么？我妈开会议了吗？我最喜欢开会议了。啥会议啊？什么会议？我想听。团长昨天在云台也说我走运，你走运吗？哎，我的指甲到底？说什么？你这么无视掉我第一个好消息？我哪无视？我有看到啊，代表我有念，就代表我有看到那一句，好吗？我只是不想讲出来而已。你有没有拿到阿丽的彩带？没有关系，这边会把阿丽的彩带剪成一小段，然后分给大家。哇哦，香蕉牛奶，不愧是香蕉牛奶，真的很会分享哎。好，不想只有给你们，不想只有给你们彩带而已，想把我所有都给大家。大家这么爱我，我有拿到阿丽的。真的这么好就拿到了？谁给的？哎，你们也太……哎，我是认真，我觉得有点……我觉得你们真的是让我真的很喜欢你们，你们真的是不愧是阿丽的宝贝们。哎呦，这样好难，好感动哦！还会有人来，就是。好啦，你们可以留个尾端给陈家树吗？感觉很可怜，但可能他来的时候，那都已经不见了，不知道去哪了。你看佳佳对你很好，我跟哥哥佳佳一定会聊。其实啊，我觉得。我很认真的去思考很多事情，就是我觉得从我刚进来尾端的交代，哎，我在讲感性的话，塔瓦克，你可以不要这么的讲出那么好笑的话吗？好，浓眉，好，就是我觉得你们在我进来的时候，我是一个做什么事都很害怕然后很害羞的人，但是我一开始其实很怕大家会 不喜欢我，因为我的心其实有被，就是我的，虽然我喜欢，以前喜欢看韩国团体，但是其实那不影响我对，就是我对一个团体的定义，就是因为不管是到哪一团，我不影响我心里真的想做的那件事情，但是我们都是在做一样的东西，虽然你说歌曲跟类型文化都不同，但是其实我很享受在跟你们认识的那个当中，然后也让我知道我有，还有我在加入团体到现在的所有就是想法，就是我觉得我一直在进步是因为有你们，是真的，我真的觉得你们会做出一些让我觉得很开心，然后会想啊，我就是要为你们冲的那个心，然后我觉得我本来就是很害羞，可是我变得很勇敢是因为你们。对，我觉得你们真的很棒，我是讲认真的。家树可以直接数据买彩带比较快，我跟阿丽的红线不会分。又来陈家树，嗯，阿丽的红线在我这边啦、啊。
公园的彩蛋一一是非凡的，谢谢加速的永恒的爱，这就是我对大家耶、yeah! 好看，谢谢你、嗯、但是最近越来越喜欢伙伴们及粉丝们，丁维欢迎你，你怎么这么会讲话，其实没有，我觉得就是去感受，当你真的去感受你身边的所有事物的时候，你会知道你是真的是很幸福的，然后你会想要为这个东西然后去努力，去为这件事情去出一份力，其实就是在回馈给大家，而且就是彼此的互相帮忙，我能做好我的，然后我也能给予你们你们想要的，我们人就是要一直互相的去提醒原来的自己，就是哎，原来我可以做到这么勇敢，原来我可以这么好，你们也是，你们就是一直在提醒自己，不是只是靠金钱上的，对我们这些偶像来说，就是一直花钱的，可是我觉得那都是很有意义的，我觉得就是很谢谢你们让我现在这么勇敢，就是不管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当中遇到很多困难啊，或者是很多问题的时候，原来等级五的花才这样，我觉得不错，很漂亮哎、欸，怎么了吗？刚刚还有黄广哎、欸，干嘛？一凯欢迎，秦欢迎。我说你，我跟你说过，我也是很感谢在我地球上遇见你。还有陈，午安 ，CT 一零三欢迎。而且我最近真的是一直在，因为我觉得学表演就是一直在认识自己，然后你认识自己之后呢，你才会发现哦，原来你是有天赋的哦，原来你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然后你就会越来越有自信的敢做自己，就是因为你们，我的勇敢因为有你们，谢谢大家。像我这几次就有收到一些讯息，大家就会说哦，阿丽跟之前不一样哦，就是跟之前比紧张那个程度都不见了，其实就代表是因为你们要知道，那就是因为你们的帮助让丽丽这样子。不过连续的开场很好玩，真的是好玩。盒饭的搅拌不是鸡肉拌饭哦，塔瓦哥你可以不要一直感性话，我就不说，我有多爱你有谁不知道，可能全世界都不知道了。好痛哦，我真的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手啊，就是最近就是不知道你们这边就是这一块指甲下面那块可能是没有喝水什么的，然后就很干裂到很痛。是真的很痛。杨子欢迎，雀儿欢迎，多喝热水是要多喝热水，可是我其实蛮常喝热水的，蛮常喝水的，但是我还是一直这样，是为了什么？还是晚睡会影响，晚睡也会影响吗？晚睡会影响吗？现在这真的很痛，我一直在，不要一直跳，用晕涂一下，好，用凡士林，其实凡士林就是还不够多，要喝多一点再喝，结果小盒子你都不是跟你讲心事，都是给你鼓励，对啊，全世界的，对啊，每天强迫自己喝2000cc的水。好的，没问题。七儿欢迎，陈欢迎。那我先用，我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最近指甲不好看，我先用一下。
好，先不要用，超凡是零。那是什么？上网找一下好了。什么 line？ 我把它截图下来。涂指甲非常好，因为我是有这种，就是柔顺护指护油脂的，但是我现在应该要擦凡士林了，凡士林比较重要。Hello， 真的很痛。就凡士林呢，哦，对啊，就凡士林呢，最后白痴，我就是白痴，凡士林，对，凡士林。你们会这样子吗？很甘味用啊，利用同，应该是每个人好像家中都会有一罐这样的一个东西。好好笑，嘿嘿，好的，好痛哦，真的是很痛。我现在用的护唇膏是上海女人，其实我朋友在他去。他去北京还是上海的时候买的阿里手游，都比较激动，还是跟祖祖才，是跟祖祖他们玩才会比较激动。我一个人在家玩不会怎么激动，我跟他们打我就这样，原子祖你快点哦，你不要再冲了，我跟你讲，我都会这样，然后是说快点打打晨晨，哦哦，然后我就叫，可能会我们赢的时候就，啊，这样大叫什么的。这个产品几乎都是同牌，凡士林还是可以涂嘴的，嗯，没错，很好笑，原来是这样才是真。其实我最近也是觉得，真正的自己做真正的自己，真的比较舒服。能真正做自己，就是要转换。假如说我在变成偶像的时候，那我就必须得有一个样子。但是我再试一下，我也要有一个样子。我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也是要有一个样子，不能都是同一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也是一直在学习很多对事情。主角觉得说用甩锅给你打电动时才是真正的你，没错，放松就好，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好，原来这才对，没错。所以我觉得也很多人都跟我说不要压抑住自己的情绪，其实压抑住自己情绪会，我觉得人会疯掉。所以其实我最近转换心态蛮快的，就是我有点变回自己。双子，对，双子真的很多面，我觉得双子有很多面，好奇曾经在游戏输对方还是人家，还是他是我女儿，你们想一下他会是激动，他会说，哦，不要这样子，他会这样，也是跟我们一样，我们只要五个人玩在一起的时候是很疯的，就是玩游戏，雨林、晨晨、我、猪猪、齐慧，我们是疯的，是没得怕的，你知道吗？就没得怕，我们就是直接在舞蹈教室外面，好，直接嗨，然后都会被他们骂，可不管，鸭子真的不。啊，不是，双子真的很鸭子，双子真的不太能输鸭。对啊，哎，为什么我擦了马上就干了？这么快干的吗？
玩到疯，想说什么就说，别憋着不说。好的，想发情绪就发，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所以我现在想跟你们说，走开，你们就给我走开。玩到疯起来可以疏解，多做轻松的事情。好，雨林跟晨晨谁比较会跟你撒娇？雨林，晨晨其实不太会。我睡了两次晨晨家哦，然后反而是我去抱他，不是他抱我。富伟欢迎，山友欢迎，真正的山友看看祖祖就知道我是怎样。真的吗？我觉得山友你也要这样子。富伟欢迎，北极星欢迎。老师看到你们应该情绪都上不来，他说我们很吵。傅伟午安，好了，陈家树，拜拜拜拜。为什么要拜拜？为什么拜拜？为什么要拜？还好我们都没被日月背刺漂浮，还好分开也没想象中辛苦。我的歌单是怎么了？因为你要我们走开，我没有要你们走开，你们回来，不要走开，我会怕怕一个人。你不是说好不会走开吗？不要走开，不要走开，别走开，我叫你别走开啊。本文，本文早，本文，你不是有拍一个那个吗？你不是有拍那个我那时候我们回家的时候，然后我的笑容很开朗的那一张照片吗？你知道在那一天呢，我有跟你拍一样的照片，就是我那时候在，我要发，但是我还没发在我的 IG 上，我先给你们看，就是我那一场的时候，我在里面的时候拍了这张照片，然后我在看本文拍那张照片，我想说我那一天也笑得太开心了吧。本文你看，你看，这是一样的脸啊，这是跟我出去一样一模一样的脸。然后本文在外面帮我拍的那个，我不走，因为我的心是跟你一起的。好的，加个 line 大家都不走，好，加个 line， 我就死缠不放，打死不走，好，没问题。傅伟，谢谢你的来签到，先走一步，哎，不要。然后本文不是就我有截图他拍的，但是哎，去哪里？在我的平板里。我的那个笑容就是你拍的那个一样，你这张比我拍的好看多，你那张也拍的很好看。这笑容很赞，真的很开心，就不知道在开心什么，有点像智障，笑的有点很像智障，怎么这样讲自己呢？我在擦指甲油，我在擦那个护指油。只有它就是会这样光泽，虽然看不到。那张我可以发咯，我没有同意不敢发，可以啊，我很喜欢那张。而且其实我自己也有私藏你给我拍那张，然后我就想说我很想发，可是我不能发你们拍的照片，每次都不能，但是我把它放在我的手机里面，然后我也会再 po 我那一张照片，刚刚笑的那张照片，但是需要一点时间啊。
中途之家欢迎，小玉儿欢迎。Hello， 对，我要念榜，真的要念榜，念榜的哟。指甲真的好痛，吹吹它，它都红肿红肿的，痛痛。红肿红肿的，就是代表痛痛。就是要多喝水，大家说的要多喝水，所以我会多喝水，这样嘴巴这也可以快点好。这个泡疹，害我都不敢涂口红涂掉，真的蛮常看到你笑那咪的样子，真的，我真的觉得你拍的照很好看，不要再挑了，我没有挑，我只是擦指甲油，我是擦那个，等一下我看一下这是什么。柔顺护指油好吗？没有在挑它了。Hello， 流浪到屏东，欢迎。我觉得那样笑很开心，真的挺开心的啊。什么叫做白痴的？白痴笑的阿丽真的很可爱。不要跟我讲吧。公司是担心你发粉丝拍的照片那天反目成仇时会被卷卷的，这样会不吧？所以我没有发啊。我们本来就我没有想要发，就是我会收藏起来。米哥欢迎，因为我觉得不管，其实我都会收藏，可能粉丝拍别人好看的照片，我都会收藏，每次都这样。不管是谁我都会收藏，像本丸拍那个哦，我刚刚就是看到他拍那个谁布丁前辈拍的超好看的，我把他点藏起来收藏，超好看的，你知道吗？你很厉害耶，本丸那张角度真的抓得好，也是因为本那个前辈很漂亮，本丸布丁前辈很漂亮啊耶、oh yeah。布丁那张真的拍得超好，真的，布丁前辈的脸刚好也很美，完全是刚刚好很搭配的。小玉儿翻糖欢迎，不会说话可以闭嘴。哎，怎么在干嘛在干嘛，你们在吵架，是吓死我，我刚想说我怎么会念那个字。好了，我们不要吵架，我们不要吵架，好没事。好了啦，我们现在不要再玩，我们不要说这个了好吗？我们可以聊天吗？我已经要关播了啊、嗯。我们可以一起跟着音乐摇摆，放松心情，给你们听听好不好？没事，我念榜啊。不要我看回来看到画面还是一样了，不喜欢这个样子。没事，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好，我们就尽量的，不要去看互相的留言，你们最主要放在我身上啊、嗯，好不好？第十五名是小蜜蜂，谢谢小蜜蜂。第十四名是新人主播，谢谢新人主播。第十三名是北原神推，谢谢北原神推。十二名是哎呦喂呀，谢谢哎呦喂呀。第十一名是阿鲁，谢谢阿鲁。第十名是柠檬，谢谢柠檬。第九名是超哥，谢谢超哥。第八名是落一下，谢谢落一下。第七名是本丸，谢谢本丸。第六名是保护队，谢谢保护队。第五名是富伟哥，谢谢富伟。第四名是撒友，谢谢撒友。第三名是嘎逼，谢谢嘎逼。第二名是朱里安，谢谢朱里安。第一名是加速，谢谢加速。可恶，我要追什么小藏？什么小藏？谢谢阿丽，我都买
拍的照片发在小站，我要看哪有小站，我想看三友。上次应该有哎，小猪猪欢迎，哈哈，谢谢本娃的掌声鼓励，吕小青欢迎。什么小站？三友你有小站？我怎么不知道？你的小站叫啥？好，加速。好了好了好了。我也想要小藏，三友啊，小藏。bang bang bang。你成我账号的时候点到小账，没有啊？你那个是那个哎、欸，你的那个小账是想见你吗？是吗？是那个吗？是许璇的那个吗？不是啊，许那是许璇哎、欸。哦，看到了，看到了，哦，看到了，有雨林宝宝。还有猪猪宝宝，哇，好漂亮！哎，我生日会你就，哦，哦，是这个啊 ，OK， 外七欢迎，可以再说一次，一直都很喜欢你这句话，好啊。一直都很喜欢你，只是怎么也说不出口。原子族的离家出走饭团，欢迎，这名字也太好笑了吧 ！Hello， 饭团，还不先赶快追踪一下？不能追踪啦！别人神推欢迎，难得糊涂欢迎，还是我用我的小账去追踪，没来开玩笑的。我没有小账，我小账被管理了。自己讲好了，我等一下这三分钟要关播了，你们等一下要干嘛呀？继续工作吗？打哈欠，我觉得我等一下会直接往后躺，直播完关播后直接往后躺，我觉得我会直接往后躺。正在吃午餐。所有的照片很漂亮，对，哦，这句好适合你，谢谢洛洛一下下。吃饭、工作、赚钱、买周边，辛苦了，我也是。吃饭、工作、努力陪伴你们。阿里午休最好休息一下，打哈欠。可是我等下要洗头了，赶着出门。真的要睡觉，主播在偷薪水了。哎呦啊！而且我今天在干嘛？我东西掉光光了啦！睡觉是吧？掉光光。好啦，忘记说了，我只是把阿丽的爱分享给大家而已。谢谢佳佳。好了，要睡觉咯，不是，我要走了，我要离开了。爱你们，爱你们，怎么突然？
然这么多人进。我现在素颜，我要先走了。拜拜，晚安，各位晚安，各位晚安，晚安，拜拜。我地板很多东西。拜拜，拜拜，拜拜，佳佳拜拜，赛友拜拜，明天见，明天希望自己不要再迟到了。嗯，拜拜。拜拜。拜拜，佳树拜拜，西兰拜拜，佳佳拜拜。哦，有红包，等一下，等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啦？该不会还要再半小时吧？等一下，现在有红包，我现在要怎么办？等一下没得领，笑死，怎么办？好好好好，我觉得要留在这边发红包。好，到十七分，好，那我们就到十七分了，反正可以领红包，没关系，不用管。我觉得有红包就是要，对啊，十五分钟，没关系，没关系，我没有要休息。真的，我没事，我觉得可以。可是大家可以抓红包，为什么不抓？没关系啊，我就整理桌上嘛。故意的红包，阳光不重要。可是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很重要，而且这是有人发红包。可是我觉得可以在十分钟，其实就是可以。我在十分钟嘛，我再陪你们十分钟，好吗？十分钟。你们让我边整理桌子，然后边跟你们聊天，好吗？我没有忙啦，我只是要去洗头而已。嗯，你们就可以领了。那二届主人，我先把桌子上整理一下，然后你们就是要记得注意时间，然后红包那个要赶快领。我会注意帮你们注意时间，所以你们放心，不要担心。我整理一下桌上，因为我最近回到家然后都很晚了，然后现在想要整理一下桌上。没关系，不用跟我道歉啊，这种东西就没什么，我反而开心，大家可以领红包。好，我来整理桌上咯。 Hello， 晚上早上好，各位兄弟宝贝们，我离不开了，想要跟大家多一点互动。先把桌上那些东西整理干净，就不会看得那么乱。还有二十几秒领红包哦，你们不要忘记领红包这件事情。下一个就是在等，等下我现在要把口红放好来。我的口红超多，当女生都是口红这么多。色号永远不嫌多，就是色号永远都是要。
快慢七秒，你喊七秒的时候我们已经要抢。好，桌上真的是挺乱的，早上好，你的15秒左右的提醒刚好，还有54秒，哎，现在还有51秒、50秒、49秒。好，我，你说我到15秒的时候跟你们说吗？好啊。是20秒，15秒，9秒，抢到了吗？有抢到吗？有抢到吗？哎，我自己都抢到了，好厉害！我一直抢到红包，所以我都没有那个什么。还有几个？三个才可以关吗？有抢到，多少？很多吗？最近有很多面膜，所以要。祖祖给我用的面膜超好用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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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越猜越多秒？看来是要20秒的时候提醒。好啊，反正我20秒跟10秒都提醒一次，这样子就 OK 吧。看一下几秒，现在还有，好像主播跟粉丝都会有秒数误差。那所以我在20秒的时候，你们是几秒？我现在是1分10秒，你们是几秒？我现在是1分7秒，你们是几秒？这些东西也是挺多的，对，我最近很多东西，然后我都在整理，希望可以赶快整理好。Hello， 现在是50秒，你们是几秒？大概差10秒 ，OK。那所以我在最后20秒的时候，你们就是最后10秒，好哦。哎，怎么都一片？我都把面膜整理起来。我差7秒，好，现在是25秒。先去吃饭了，阿里拜拜拜拜。谢谢你来看我今天。15秒了，哦，这是什么东西掉？我的键盘。哎呦！抢到红包了吗？大家抢到红包了吗？哦，我抢到很多哎，53哎，53阳光。这个需要放在这儿的。蛮多东西，多到我现在整理有点。像这是什么？
等一下要去用这个。阿丽，你第一名哎！对啊，我超会抢红包的。对啊，100分，好了。因为我想说，我看我可以抢到，抢到。我都会，我整理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大整理，每次就是要大整理一下。啊，对啦，笨，难怪我一直觉得我的包包好像，你知道我包包里面放如意，然后结果里面都被那个，大家抢红包抢得如何啊？现在还有1分30秒，不用提醒你们。其实我现在最多的东西就是化妆品那些，我以前反而没有这么多这些东西，是因为最近都在化妆，所以大家都会推荐我买什么买什么，对皮肤比较好。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团体嘛，就是每天都要化 bling bling 的妆，所以大家都会互相推荐，然后就一直买买买买买。现在还有1分钟，就是一直在买化妆品，因为用很快，真的是超快的。还有40秒。10秒，18秒。哎呀，化妆品是蛮大的开销，真的。哎，你们抢到，我要赶快抢，我看我这次可以抢到几。32，第几名？32是第几名？无法领取。阿丽忙，阿丽不想理你们。因为本来这时间是我关播的时间了，但因为这个红包呢，我让你们领。好了，我先不要领了，我每次领都领蛮多的，但我很快。这个要拿去洗，因为里面都沾满了。因为我的平板快没电了。等我一下哦，各位宝贝们。红包打给你，不对，红包没有打给我。小贝呢？最后40秒，现在才40秒，37、36，最后一个红包我要关播喽，宝贝们。15秒，快点抢！
为什么图片看起来像外国人？因为我现在素颜。对不起，不该素颜啊！看抢红包。好了，我要走了，拜拜。拜拜，辛苦了。